跟你讲，我的皮肤刚才讲的那些状况都没有了。这一款碰到之后，它就立刻变成泡泡。你看，超干净的。它平均大概每十秒就卖出一瓶。看，我放上去。哎 ，Kevin 老师，我最近被国外好多报道就是所轰炸，有一股 Clean Beauty 纯净保养的旋风。其实纯净保养 Clean Beauty 这个确实真的是在全球引起了一阵美妆的话题。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被归类在所谓的纯净保养哦？它的成分必须是安全、不刺激皮肤、对敏感肌友善。这个产品在标示成分的时候是用一种透明的方式的标志，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清楚的知道我现在用的这个产品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在包材印刷上面对环境的友善尽一分心力。不但全球知名的通路 Sephora， 连台湾的通路屈臣氏都为了这个纯净保养特别开辟了一个专区，所以很多欧美的名人啦、明星，他们也纷纷投入纯净保养这块领域。哦，那这样子听下来，除了国外很红以外，台湾现在也可以试试看这个纯净保养喽。没错，首先呢，我就要推荐你这一瓶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来自美国 FAB First App Beauty 他们家的 SOS 燕麦保湿霜。它不但拥有了 Sephora 给的绿色认证的认证标。张的贴纸，我跟你讲，这个贴纸不是随便人可以拿到哦，它必须要通过Sephora 他们对于 Clean Beauty 的这个认证。美国 FAB First App Beauty 这个品牌哦，它对我们的肌肤有五大的承诺，让你在用他们家的商品的时候可以安心的用，不会对你的皮肤形成任何的负担或者是伤害。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品牌他们强调不添加欧盟认证1300种对于肌肤有潜在伤害的成分，在 Sephora 里面，它平均大概每十秒就卖出一瓶。其实现在在台湾的 Momo 通路你就买得到了。哇，那老师你刚刚说的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这一瓶 SOS 燕麦保湿霜呢，其实你听到它的品名就听到燕麦这两个字，它是来自北美高纯度的这个维米燕麦精粹。它是一种水溶性胶状的燕麦，所以呢，它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在皮肤形成一个保护膜。请你打开看的时候，是好像跟一般的霜没什么两样，对不对？对，就是一般我们看到这种霜，你会觉得你的手放下去挖的时候，第一硬硬的，第二油油的。但是我跟你讲，你在碰到它的时候，它就像慕斯一样，然后你会感受到你的皮肤瞬间就有这种很舒服的保护，而且它不会很黏腻，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我擦了一瓶油在脸上。你看我现在的皮肤一点都不会有油腻的感觉。你看哦，我现在有一张面纸，对不对？你看我放上去，压压压压。霜来说，它可能它一定会黏住，一般的霜一定会黏住，对不对 ？First App Beauty 的这一瓶 SOS 燕麦保湿霜，它要带给大家的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台湾这种气候，所以透过这一瓶呢，就可以帮你安心的解决你的暗沉、脱皮、紧绷、粗糙、泛红这一些问题。那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平常你就是薄薄的擦一层，甚至于你在化妆前擦，你都会发觉你的底妆会特别的服帖。甚至于呢，你可以厚敷，把它当成面膜。难怪啦，就是难怪这一瓶会在 Dcard 上面受到超多网友一致好评。而且现在 Momo 有超优惠的活动，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有那种就是礼盒三入的礼盒组，平均下来就一瓶不到500块，而且他还送超可爱的旅行套组。哇，那听到这边大家都觉得这一罐非常的万用，然后还有很多优惠，所以我们就赶紧把它笔记下来，我自己也想要赶快去下单了。另外还有一个品牌，我也特别想要介绍给你，它也是精简保养的代表 AIO。 话说我有一天呢，就是想要去个什么地方玩玩啊，泡汤，结果泡完汤之后呢，那个皮肤就特别干，然后我一进到屈臣氏的时候呢，那我就研究了一下它的成分，我就立刻把它买回去。我跟你讲不夸张，我在使用的当下完全没有对我的皮肤形成刺激之外啊，隔天我跟你讲，
我的皮肤刚才讲的那些状况都没有了。那这一瓶哦，它为什么会这么厉害的原因哦？这个创办人呢，他家里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皮肤有状况，他就找到了一个成分叫做金莲花，它对于镇定、舒缓都有很好的作用。然后他在协同这个维生素 B3， 然后维生素 E， 七天就可以稳定你的肤况。所以现在网络上面都给他的昵称叫做稳肌神器，它有点透明的质地，就是很天然的这种植物的颜色。推开来，秒吸收之后，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就是瞬间爆水的那种感觉。所以即使是油性皮肤，你也可以，因为它最重要的就是帮你达到油水平衡，稳定肌肤的状况。哦，那刚好我带了一个这个测试的保湿仪，测试看看老师你刚刚说它的保湿的程度是怎么样。好啊，你看提升超多的保湿度，大幅的要进，尤其是像现在我们戴口罩戴了3年，所以你就可以透过 AIO 的这瓶补水平衡精华来让你的皮肤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刚刚有了 AIO 的补水精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养皮肤。但我发现老师你刚刚有在带另外一样 AIO 的商品来，是什么？哦，对，这是我发现 AIO 最近新的一个产品，它叫做云感洁面泡泡棉。它其实是一个清洁的产品，它可以帮助你每一天达到有效的深层清洁，甚至于持久性的防晒，这种轻的脸部的底妆都可以帮你清洁的干干净净。它拥有三大特色，第一，它是独立包装，第二个，它拥有温和但是超强的清洁力，第三，它里面有一个云感洁面科技，这一款碰到之后它就立刻化掉，然后变成泡泡，这么神奇，等一下就来试试看。好，首先先打开泡泡棉的包装，添加适量的水，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这个云感洁面泡泡科技遇水即溶。接着我们把它搓出绵密的泡泡，在脸上轻轻的打圈，最后只要用清水洗干净整张脸就可以了。像我属于比较干肌，然后容易泛红的肌肤，我刚刚用泡泡棉卸完妆之后，我觉得肌肤真的有深呼吸的感觉，看起来好干净。我们用化妆棉来试试看，你看超干净的。很多人都会有运动的习惯，不管你是在户外跑步、健行、骑车，或者是在室内做健身房的运动，旅行的时候呢，这样一包一包的不会形成重量上面的负担，你在做完医学美容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温和的去帮你达到皮肤的清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全方位的一个清洁的产品。所以如果你要改善我们皮肤的泛红、暗沉、脱皮、粗糙、紧绷的状况的话，不要忘了纯净保养的代表美国 FAB 的燕麦保湿霜绝对是你的首选。如果你是敏感肌，皮肤的状况不稳定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精简又有效的 AIO 的补水平衡精华。另外不要忘记了每一天要彻底清洁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皮肤保养非常的重要。 AIO 的云感洁面泡泡棉呢，让你的皮肤可以呼吸，让后续的保养能够达到更有效的作用。